原来的葛爸忙至深夜才有个人空间，与母亲多年心结未解。我是一度，我怀疑我不是我妈妈亲生的。与妻子缺乏沟通。为什么这么晚下课呢？我再过了一会儿呗，给我弄了一下东西。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洗是吧？给我洗啊。现在的葛爸找到自己的生活节奏，主动和妈妈亲密。别动别动，你好。别动别动，和妈妈敞开心扉。比如说小的时候其实能感受得到很多事情，就是闹铃响，叫外公起床，穿衣服，洗漱，去幼儿园，就是知道你们有自己要忙的一些事情。比如说在我觉得能自己完成的事情就不去麻烦你。母亲节送花。老婆喜欢的香薰荷花，有山花，自己做的，你做的，花也是。为妈妈轻轻的画，这是奶奶，哇，这画呀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直没拿过笔，现在重新画的第一张画就是给我画的，真的感觉。